你跟我说实话，为什么打起来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他误会我了。我了解我弟弟，他不是随便打人的人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。不过你要保证不生气。说吧。他问我你婚后会不会当专职主妇，我就说你会一直在政台工作。他就生气了，就这样打起来了。他说他会是政台今后的主人，要我多多关照。虽然我知道这只是客套话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生气。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因为在我眼里，真正有资格当正太主人的只有你段雪晴。你做得比段天狼好，你完全有那个能力。你生气了吗？谢谢你认可我的能力。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夸我比天狼有能力的人。我一直想证明自己比他强，这是我心里的秘密和目标。我还以为需要一辈子，可是没想到你刚刚的一句话就帮我实现了。丁海，谢谢你。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雪晴啊，丁海他，段副董，看来得尽快准备酒宴了。
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到底跟谁打电话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现在必须见到你。如果你不出来，我就去你家找你。我会一直敲门，敲到你出来为止。为什么非要见我？你的脸色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病了吗？我没时间跟你耗，到底找我什么事？你和你先生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？我们相爱，他很疼我，照顾我。我要走了。你别再说谎了。你放手！不要再逼我了。你是不是就想看到我这样？是不是看到我这样你就开心了？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自己是个失败的人。我什么都做了，工作不顺利，朋友不信任我，婆婆讨厌我，连我最爱的男人也不要我。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都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背叛我，还有丁海、雪晴，四个幸福的成双成对，只有我一个人痛苦。我不会让你们如愿，我要让你们比我更痛苦。谁啊？雪晴，睡了吗？睡了。雪晴，我们谈谈吧。我不想说话。结婚的事情你再考虑一下吧。那个人你真的了解吗？那个人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去做，什么都可以失去，还需要别的吗？可是他曾经……他的曾经我都了解，我比你更清楚。行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出去吧，帮我把门关上。麒麟，
青林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对不起，那天我真的做得太过分了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你不肯原谅我，也对，那天我自己真的做得太过分了。可是青林，我真的太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天老十几年，我一想到他的心不在我身上，我就痛不欲生。我吃不下饭，也睡不着觉，连上课也不能专心致志，学校领导都找我谈过好几次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失态，我现在都已经不认识我自己了。青林，青林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，要不然你就当那天听见的是小狗叫好吗？你不生气了？珊珊，对不起，其实我那天态度也不好，现在发生了很多事，我那天也很失态。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是因为丁海的事情，你不想跟他离婚是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分开，可是他说他不爱我了，说婚姻是坟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刚结婚没多久，怎么可能就没有感情了呢？一般夫妻都是这样的，待时间久了，没了激情就剩下亲情，亲情就要靠孩子来维系。你现在不是已经有孩子了吗？你可以用孩子把他留在你身边啊。他说过会对孩子负责，但是他不想跟我在一起。他有没有陪你一起做过产检？那你带他一起去产检啊。我听说男人如果听到孩子的心跳一般都会心软的，用孩子把他留在你身边真的有用吗？我认识咱们妇幼保健院的董院长，他是妇科最权威的专家。这样吧，我帮你约，然后下午叫丁海陪你一起去。可是他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。你也是个笨蛋，叫你婆婆打呀，骗也要把他骗去。这次可关系到你未来的幸福，青林，你一定要努力啊。谢谢你。臭小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回来拿两件衣服。你还要走？这是你家呀。青林待在这里不肯走，我就是不想让他心存幻想，所以我想避开他。我也做不了你的主，随你便吧。你去收拾东西，我去煮饭。我不吃了，我这是故意挑他去花圃的时间回来的，我不想碰见他。青灵，阿海，阿海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回来的。我回来拿两件衣服。青灵，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我下午要去妇产医院做产检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啊？妈，你陪他去吧。丁海，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，就算你再不想要他，你好歹尽一次做父亲的责任吧。这种要求不过分吧？进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恭喜你啊。谢谢。又是来找天朗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你上次说了我难过了好久。难道不是吗？我回家好好检讨了一下，我可能以前真的做得不太好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好的姐姐。说得好听。你把下午的时间腾给我吧，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是
神秘兮兮的。送我什么礼物啊？婵姐啊，你还没做过吧？检讨的还不错，这个礼物我收了。那我带你去吃饭，吃完饭一起去。行。孩子的心跳频率很稳，孩子很健康，你放心吧。嗯，不过妈妈的情况不是很好，要注意休息。母体的健康和胎儿是息息相关的，你要是生病了，很容易影响到胎儿的生长发育的。谢谢医生。嗯。雪晴姐，我特别想知道你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不管是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啊。珊珊，清灵丁海，你们也来做产检？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？雪晴姐，他们两个是恩爱夫妻啊，当然一起来了。不，我们不是。珊珊，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你再说一遍。他们是夫妻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雪晴。哎，阿海，雪晴姐，你别走，你去哪儿？你放手。阿海，阿海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走。你放手。求你了。放手。别走，清灵，对不起，没想到会搞成这样，你别难过，肚子里还有宝宝呢。珊珊，这不怪你，这下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了。他就是个陈世美，你别难过，我把他给你找回来，你先休息一下啊。雪晴，听我解释。结婚的事情就当没有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，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你好看。是你搞的鬼，青灵从来没有让我陪她做过什么鬼产检。你这种表情就对了，丁海，你要紧张一点。这是以前你对我说过的话，我们不过是彼此彼此吧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成双成对。你真的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丁海，你跟青灵离婚跟段雪晴在一起没什么，错就错在你隐瞒了跟青灵的婚姻，你同时甩了我两个好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不过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。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。别说这些废话了，青灵还在等着你，让孕妇等太久不好吧。奶奶，青灵，回来了。嗯。现在我才觉得，世界上最聪明的就是奶奶。以后啊，
不管奶奶说什么话，我都无条件的相信你。嗯，奶奶，你看她这受委屈的样子，肯定是受她婆婆欺负了。是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奶奶，当然不是，别听丽丽胡说。我婆婆自从知道我怀孕之后，对我可好了，也不让我干重活，还抢着给我做饭呢。真的？嗯，算她识相。哦，对了，青灵，我呀，又重新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和正太合作，这样我们才能有经费继续研制香水，这对我们是个机会，你说呢？那我们就继续做香水吧。嗯，我现在除了香水的梦想，其他的什么都抓不住了。奶奶，她这叫不知足。你看她孩子、工作，还有丁海，就连她那个恶婆婆都抓在手里了。好，咱们呢继续做香水。嗯，加油。好了，快走吧。小心，跟我走。你想找我聊什么？丁海吗？你了解他吗？他结过婚。你已经知道了？你不也没早跟我说吗？因为你知道他的前妻是花清灵，你怕我找他麻烦是不是？雪晴，你不能这么理解。我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安静的方法？怎么解决啊？一个男人，两个女人，势必有一方要受伤。如果你选择保护他，那就是等于背叛了我。可你何苦要为难清灵呢？丁海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。我段雪清真是瞎了眼了，千挑万选，选择了一个离了婚的穷鬼。雪清，现在还不晚。青莲她怀孕了，孩子需要父亲。难道我的孩子就不需要父亲了吗？丁海他配不上你。雪清，你听我的，我不会害你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纸包不住火。怎么样，我出事了吧？丁海，听哥哥一句劝，别再瞎折腾了，回去跟青灵好好过日子。我不甘心，都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不能眼看着1%的股份打水漂。什么狗屁股份？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干嘛？他不敢接我电话，这是他手机号，你用你电话打给他。我跟他说什么？就是我喝醉了，我吵着非得要见他。那好吧，你得答应我，你们俩把话说明白之后就散了吧。那你赶紧帮我打。喂，哪位啊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是段雪晴小姐吗？是我，你哪位？哦，我是丁海的朋友。丁海他现在喝多了，在酒吧里。我实在是弄不了他了，所以，对，我实在是弄不走他，所以想请你过来一下，你方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去不了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他有话要对你讲。你送他回家吧，不要再骚扰我了。他挂了，
他说什么？叫你自生自灭。他不肯来。那他的语气是平静还是生气？有区别吗？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一切还有意义吗？现在11点了，我要回家了，你走不走？长青，你再帮他，你就说我已经……丁海，我就是你朋友，我今天要不是你朋友，我他妈一拳揍扁你！你打我，你打完我，你打完我，帮我打个断也行。无可救药，你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在他放弃之前挽回他的心。一点酒，没醉啊，不用不，没事。哎，这点酒，我跟你说还能喝，还能喝两杯呢。你撞我是不是？咋了？你给我打！咋的？哎呦！我的酒！你走吧！喂，我不是不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你好，这里是临城派出所。派出所？哎，请问丁海在这儿吗？谢谢你肯来，我帮你叫车吧。我送你回去。你不用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别找我，我们各走各路。真的不能原谅我吗？我怎么原谅？好吧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答应我不会再纠缠你了，让我送你回去，因为我不放心。这次我们真的要再见了。我能再抱抱你吗？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太逞强。
就算对天狼有不满，也别在你爸面前流露出来。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男人，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幸福，不然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。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资格说我爱你三个字了，所以对不起。报仇。林海，你是个骗子，你骗了我，你骗了我的感情，你以为我会这样放过你吗？我要你赎罪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叫我去死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我要你，要你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，你能做到吗？只要你不嫌弃，我愿意一辈子都陪在你们母子身边，可不可以？我恨死你了，我恨死你了，我恨死你，恨死你了！是我太可恨，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吧，求你原谅我吧，雪晴。前妻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我会跟他说清楚，没有复婚的可能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半个月。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干干净净地回到你身边。就半个月，多一天都不行。谢谢你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爱你。还要等这件事处理完，我会正式向你爸请罪。你要跟我爸说这件事情？虽然不是我的本意，可是我确实欺骗了大家，我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谅解，我才能跟你在一起。不行，这件事情不用跟我爸说。我爸他一直很看好你的，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，那你在他心中就一文不值了。你不是说过要做我的翅膀吗？那你就要好好保密。可是你弟弟他知道我的事。天朗的事情我会处理的，我爸要知道这件事情，那家里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，对谁都不好。总之你记住了，这件事情就是秘密，绝对机密。我记住了，一切都听你的。
你对我还有感情，对不对？你看在我们一点感情的份上，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也给我们孩子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青灵，我也求求你放过我，就像志香是你的梦想一样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如果跟段天朗一样含着金汤匙出生，我可以做得比他好。以前机会没有，所以我不敢想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就在我眼前，我伸手就可以抓住他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成全我。你怎么能跟我说这种话呢？你要娶我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你会一直疼我爱我，你会一辈子都宠我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这句话我不只对你一个人说过，但我只能对一个人遵守承诺。对不起，那个人不是你。青灵，放我走吧，我的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。阿海，我不管你心是不是在我这儿，你的人要在我这儿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说过我们要复婚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不准走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请进。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听苏南说你病了，怎么了？好多了。天朗，你该不会是还想着那个女人吧？对了，雪晴，婚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是在关心我，还是在关心那个女人？雪晴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关心的自然是你。婚姻可是人生大事，你可不能走错这一步。我不会走错的，倒是你，你花在青灵身上的心思已经太多了。可是你们不合适，也不可能在一起。我和她不是你想的那种感情。感情？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啊？天朗，咱们俩情况不一样，你千万不要放着好好的珊珊不选，选错了人。行了，我们不说了，再说下去我们就要吵架了。太了解雪晴了，好啊，我把女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丁海，我会给你1%正泰酒店的股份，你不再是穷光蛋了，雪晴也不会成为笑柄。我要你赎罪，我要你，让你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。我会跟他说清楚，没有复婚的可能。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干干净净的回到你身边。就半个月啊？多一天都不行。青灵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来生再做夫妻吧。
你干嘛呢？炖老鸭汤。你炖汤的时候啊，你也不问问妈，你看看这几个食材能放进去吗？人家炖汤不都这么炖的吗？这几个药啊是活血的，你爸在的时候啊我没少给他炖着喝，但是清明怀着身孕，如果要喝下这老鸭汤，这不就贪命了吗？放着吧。那行，这汤啊我们母子两个喝。阿海，你该不会是要……走，跟妈出去，妈有话跟你说。你坐下。就算清灵不是，但她怀着咱们丁家的骨肉啊，你也不能……妈，我们家跟清灵家的情况你很清楚。就算不要这个孩子，但是也改变不了目前的这个状况啊。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要去正泰集团的千金段雪晴。